干嘛叹气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没什么啦。不是想起我姐说的一些话，这到底对不对？哎，你姐讲了什么？她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好男人，只有贱男人。哎，你们觉得呢？完全正确。你姐啊，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，男人就是。 志明对我很好啊，他是好男人，不是贱男人了。志明好像应该跟春娇在一起哦，怎么会跟文静呢？说不定他在外面有另外女朋友叫春娇哦。哎，你们是准人家男朋友干嘛？他们两个可是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哦。好嘛好嘛，就算志明对文静好，难道你们敢保证志明对文静好？ 不是想要成一时的骚欲，把爱情建筑在欲望上吗？说吧，志明在床上的功夫怎么样？好吗好吗，就算志明对文静好，难道你们敢保证志明对文静好不是想要成一时的骚欲？ 把爱情建筑在欲望上吗？说吧，志明在床上的功夫怎么样？我干嘛干嘛讲这个？讲讲讲嘛！哎呦，说嘛，大龙女这没关系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好，不说算了。反正呢，我看了志明的鼻子啊，大跟莲雾一样，他在床上功夫应该蛮赞的哦。 所以呢，我说选男朋友就要选鼻子特大的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男人呢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有大小的不同。鼻子大小有差吗？哎，当然有差啊，要不然马的鼻子干嘛那么长啊？嗯，跟马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就你没看过吗？那讲的如果是真的，那自助餐厅那个猪头的鼼子其实还不算小哎。 那他应该不错咯。咦，原来他除了蠢，还有别的长处吗？我想这干嘛？我要找的是货真价实、心地善良的好男人才对嘛。
里啊？嘿嘿，想不到吧，小敏学妹。学妹，你干嘛叫我叫那么亲人啊？你以为你谁啊？哎，我真的是你学长哎。哦，见过那么多次面，我还没自我介绍。我叫黄耀辉，是土管系大四的学生。土管系？我们这里是国贸系，你来这里干嘛？专程来找你啊。哎，我查了好久才知道你的班级。你没事查我的班级做什么？其实我想试着跟你交往看看，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学校是用来上课的，你以为是恋爱巴士啊？哎呦，哎，你干嘛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？好歹我也见过这么多次面，也算是很熟的朋友啦。谁跟你很熟啊？我要上课了，你快点走啦。不要，我要留在这里上课。你是图书馆系的，我们这节课呢上的是国际贸易，请问你啊，你没有可能进出口图书馆吗？上什么课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跟你在一起就好啦。喂，你新男朋友很黏人哎。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不是。还不快滚！我不要，我说过我要留下来旁听。我叫你滚就滚，你废话这么多干什么？我上次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吗？你要是再让我看见，你就见一次扁一次，滚！哎，小敏，不要再叫我的名字了，滚！拜托，再让我坐一下就好了。我数到三，一、二，他不要生气，我走就是了。还有，我再警告你一次啊，下次不要再随便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呢，我见一次扁一次，一定开扁。听懂没有啊？是，听懂了。听懂了，快滚，欠扁啊！凶啊，他又没那么糟，而且以你的条件错过了这一个，说不定以后都没机会了。好了啦，恩恩，你就少说两句嘛。小敏啊，其实今天那个男生还不错啊，鼻子也不小，而且重点是他肯放下身段来追你。哎，哎，陈恩，你够了，什么叫肯放下身段来追我啊？他有多尊贵啊？我是说真的啊，你不晓得大学里面的恐龙比比皆是哦。哎呦，他的样子已经算不错了啦，你有什么好嫌的啊？小敏，我觉得恩恩说的没有错啊。我觉得那男生真的很喜欢你耶，而且你又没有男朋友，干嘛不给他一个机会啊？就是说啊，范小敏，你要挑剔别人之前呢，请先评估一下你自己的条件。哎，我条件哪里差了？我差是不算差啦，不过用他来打破处女传奇的话，也没什么不好的啊。哎，你不要买这个好不好？把它放回去啦，这样等下买单的时候，人家会以为是我们三个一起买的。哎，我们可以买了放在家里备不时之需啊，说不定文静也可以用啊。哎，你不要乱讲啦，我才不会用嘞。对对对，快，文静，把它放回去，快。有什么好害怕啦？不用就不用啊。哎，小敏，如果你不要那男生的话，早点跟我说，我可以接手。要不然被别人抢走的话，就浪费喽。哎，你要去哪啦？去拿卫生棉啦。
个黄耀辉真的不错吗？算优质男生吗？难道说我不应该每次都对他生气，应该对他温柔一点，让他有机会表现自己的优点才对吗？可是他太蠢了嘛，他智商说不定连我的三分之一都不到，我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男生呢？我应该把他比喻成什么呢？对了，他就像一大碗没有肉燥的干面，吃了没味道，不吃又浪费。哎，算了，反正我已经在大家面前给他难看了，他应该不会再理我了吧。文静，安，后面一起。哎，这么巧，小敏，学校这么大，我们居然会碰见。哎，我们真是有缘哎。哟，没想到我之前对他那么凶，他居然还不死心啊！难道说他真的那么喜欢我？为了爱我，就连子孙都不要？说不定他没有我想的那么蠢，只是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表达而已。好啊，我这次就耐住性子跟他聊一聊。看看他在玩什么花样。小敏，你不是不想理他吗？怎么啦？没关系，等我一下。是啊，这么巧，有事吗？对啊。国贸系会不会很难念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才刚入学一个礼拜。对，我忘了你才大一。不过国贸系真的很难念哦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不然啊可能没有办法毕业哦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会被当咯？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。不是啊，我是说国贸系真的很难念啊。你真的很不会讲话哎。再见。我知道我很不会讲话，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请你只要多爱我一点，不想和你说再见。你真的很不会讲话哎。再见。我知道我很不会讲话，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你以为我这样就会喜欢你啊？笨蛋，连追女生都不会。我们下回可不可以像这样在一起聊聊天？下次等下次再说啦。看到他刚才哈拉那个挫样子啊，讨厌死了，就像一块麦芽糖一样，粘牙甩不掉，烦死了。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交往看看啊，搞不好你会发现他其他的优点哎。不要，他那种又笨又不会说话的男生，我一定受不了。也对啦。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轻易死心的啦。我也这么觉得你看我都已经对他那么凶了，他居然都没有死心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了。要甩掉一个男生还不简单，我用的方法可是一劳永逸，一旦用了之后呢，我保证他绝不来缠小敏，所以我才要他先考虑清楚一点啊。真的还假的？这么厉害哦？开玩笑，我甩过的男人啊，搞不好比你们钱包里的钱还要多呢。陈恩，你可以再夸张一点，我的皮夹里面
有4000块。4000块？你甩过四千个男生吗？荡妇。哎，想要当荡妇也要本钱呐、啊。哪像有些人呐、啊，一辈子想要荡也荡不起来。哎呦，好了啦，恩恩，你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那些男生死心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呢，希望你们自己。各位同学，你们对这个涂不雅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尽量提出来。外面那个不是那个女土匪身边那个小跟班吗？她来干嘛？哎，对，哎哎，她还肯招手，是不是叫你过去的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有志者事竟成啊！一定是我对小敏的一片痴心，感动了她，小敏派她过来的。我现在过去，等一下，不好吧？搞不好这其中有诈。哎呦，你疑心病太重了，好不好？小敏对我怎么会有诈？只有爱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要去上厕所。客气，快回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哦，给你。你不要误会哦，这不是我写的。是小敏要我转交给你。其实我觉得小敏还蛮喜欢你的、啊、只是她太矜了，所以就不敢来啊。你要加油哦。哦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明天下午1点，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与和平东路口碰面。我有话想当面告诉你，不见不散，小敏。Yes。Yes。小姐，这个可以拿给我看一下吗？可以，先生你真有眼光。这个啊可是限量品，在别的地方想买还买不到呢，而且是纯手工打造的哦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一只能带来幸福的小狗哦，是送给喜欢的人最好的礼物。因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也是最可靠的幸福使者。这只水晶狗就代表着，就算你没有在对方的身边，也能默默地守护着他，用最大最深的祝福使对方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小敏刚好也喜欢狗。小姐，这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17000。17000哦，这么贵。不，这怎么会贵呢？水晶本来就是很有质感的东西，再加上它是纯手工制作，而且又是限量的，这么有质感的东西只卖17000，很便宜了啦。可是我没有准备这么多钱呢，可不可以算我便宜一点？不好意思哎，本店是不二价的。
谢谢。疯了、啊！换一万七，买的什么鬼东西啊？哎呦，你懂什么？像这种不懂浪漫，怎么知道它的价值啊？我是不懂啦，不过我只知道哈、哦，你花一万七买这什么鬼东西？现在是月初哎，你花那么多钱，这个月我们要怎么活啊？哎呦，泡面跟面包一样可以吃的吧？钱，跟我的第一次约会，比起来要算什么？人家说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上天好不容易给我这个机会，你说我能不好好把握吗？真的疯了哎！哎，你真要为了那个女土匪搞倾家荡产，这样才值得哦！哎呦，什么倾家荡产啦，哪有那么严重？钱没了，再多打几个工就好了。哎，你是我兄弟耶，我就要谈恋爱了，难道你不替我高兴吗？哎，对了，以后请你称呼小米大嫂，不要再叫她女土匪想我们去唱 KTV 好了。哎，好啊好啊。哎，我好久没有去唱歌，小美你觉得呢？哦，随便啊。嗯，哎好，那我订包厢哦。小美，你怎么了？干嘛不开心啊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这样放人家鸽子真的好吗？鸽子有什么不好的、啊？放着就像放屁一样自然，习惯就好了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啊。你没有听说过治重病要下猛药吗？
如果你要让那男生彻彻底底死心的话，就绝不可以心软。嗯，小敏，恩说的没有错，你就不要再闷闷不乐的啦。嗯，走走走走，我们时间不够了，走吧。好，走啦。发泄情绪的方法之一耶、对对对，小敏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走啦！走。
有效，我去看看再说嘛。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快！就希望我们第一次约会可以慢点结束，就算加上等的时间也无所谓。很久，可是你怎么那么久才来啊？没关系啦，我知道你一定是突然有事，所以才会迟到一下下。啊，小敏，其实我很强壮，淋一点雨没有关系。我是故意的。什么？我是说，我今天是故意放你鸽子。放我鸽子？没有啊，你怎么有放我鸽子哎？你看，你现在不是来了吗？你只是稍微迟到一下下而已。不，我是故意的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你会等那么久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故意迟到？
不想说，就算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原来你那么讨厌我。没有。我只是觉得，其实我们这样常常碰面聊天，都很好啊，不一定要坚持什么样的关系嘛。我们可以先当好朋友啊。我俩，李夏小，很晚了，早点回去吧，免得感冒。没事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好吧，再见。拜拜。小敏，那个。我靠！就算你刚刚去水上乐园，也应该先洗个澡再回来吧。喂，你是不是被女土匪扁了？你干嘛这样看我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被甩了。算了，跟那种女生在一起，迟早也会被打得半身不遂。不要难过了。难过？我看起来像难过的样子吗？只不过是一个女生而已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对啊，这样才像我认识的黄耀辉嘛。全世界有21亿的女生，你还怕将来交不到女朋友吗？对啊，全世界有那么多女生，怕个屁啊！好啦，赶快去洗澡，不然待会感冒了。
不要紧了，想哭就哭吧。谢谢，大家都是哥们，谢谢。真的好喜欢他，可是你却还跟我说，我们只能当朋友。吐光，我跟你讲，可是人家分菜好多哦，哦，还真的呢，对呀，烦。哎，我看到三菜了，请到哪？在哪里？那边。哎，小敏，你怀疑这么久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你们到底聊些什么？那个黄耀辉是不是要求你做他女朋友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他是不是有偷亲你？对呀、啊，也没有。那他是不是说这么晚了，女孩子一个人回家很危险，然后要求你在他家过夜？没有，都没有。哎，最起码他有要求你去宾馆陪他吧？没有啦，然后把他身上湿的衣服脱掉，然后顺便洗个热水澡之类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什么也没说，他只是看起来难过。都没有，那他会是用哪一招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是雕马招数中最高级的欲擒故纵。哎呦，恩恩，说不定我们都误会那个黄耀辉了啦。我觉得他好像是真心喜欢小敏。哎，真心个屁。我告诉你，男生追女生最终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上床。哎，陈恩，你不要把每个人都看成情手好不好？人家还送我这个。哎，嗯，小敏，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哦，好啊。哇，你看好漂亮哦。哎，这边有张卡片，你要看啊？拿来的。哎，借看一下会死啊，小气鬼！借看一下嘛。哎呀，快点啊！这是一只能带来幸福的小狗，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就像我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一样。也许我们将来会相爱，也或许我们会分开。可是无论我距离你多么遥远，我对你的祝福都会托付给这只狗，我要它默默地守护着你，用最深的祈求，愿你永远快乐。
告诉你啊，你不要被骗啊，别像文静一样没脑。喂，什么没脑啊？那当然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么笨的男生呢、啊？那就好。啊！我的粉丝这么多，啊，干嘛啊？哦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去洗脸了。没想到这个人对我是认真的，他是真心喜欢我的吧？他竟然说希望和我的第一次约会可以慢一点结束。但是我就这样不经大脑的、轻轻松松的、毫无人性的就伤害了他。我这样做是对的吗？他心里一定很难过。不过换个角度来看，这样的结果真是我想要的吗？没错，这样他应该就死心了吧。对，从明天开始我一定会变成全新的范小姐，重新出发。哦，我刚刚本来想问你别的呢。请问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店里面有卖这种水晶狗吗？哦，有啊，前两天才卖掉一个的，这是限量品。你很幸运哦，最后一个前两天才被一个年轻人给买走的。什么样的年轻人啊？身高蛮高的，长得蛮憨厚，蛮帅的，应该是个学生。那他看起来呆不呆？有一点哦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只来这边买东西，我不知道哎。那这个到底要多少钱啊？不便宜哦，要17000。没想到那个傻瓜竟然买了个这么贵的礼物送我，他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的吧？17000对他来说一定很贵。哎，我想这一次是人家给我脸，我就不要脸吧。或许你永远都不会再出现，可是谢谢你对我这么好。却在你摔上电话之后，看得我心痛。当你后悔伤了我，
但是那有